今天是清明节了，大家有没有吃这个艾板啊？啊，拿个给西西吃。西西，吃艾板啦。哦，你在吃着啦。哎，妈妈在家里管着你，好不好？一般般。那你想不想妈妈管你啊？想。啊，不想啊？那好，这样子，我去旅游几天啊，那你就在家吧，哈，自己管你自己了。好，行吗？烦恼什么事？我要吃。去旅游几天，我就不在家管你了，你就自己管你自己了啊。去哪里、啊？哎，去张家界玩。张家界在哪？在干啥？啊？在干啥呢？没干嘛。没干嘛？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呢？我看一下啊，微信轰炸，老师有没有需要改的？还要改什么？哎，轰炸谁呢？对象是谁？对象呢？五次加了两个啥也没用的。哦，轰炸失败，也要西西他要修改一下这个代码。啊，你轰炸成功了，我看看你轰炸的是谁。老师，你又轰炸你们的编程老师啊，西西。你又轰炸你们编程老师。犯人对象。我那个对象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轰炸他？他不回我啊，昨天的信息是不是？这个不管，这老师骂你的话，我真的不管他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乐乐，你又在这里玩电脑啊？嗯，怎么又玩？你告诉我，刚才不是玩手机就是玩电脑。妈妈管着你好不好？好。那你都不听呢？不准玩电脑了，不可以玩手机了。坐火车之前先来做个核酸，好多人呢。来这里做过核酸，核酸都已经做完了。好、哦，现在出发了。以后西西和乐乐呢，他们要出发回老家去清明节嘛，去祭祖。好，好了，走了，关机，关电脑。一抽屉都是袜子，赶紧穿袜子，出发了啊！好啦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乐乐，走。西西还在穿鞋，走，出发啦。他们几个呢，就去回老家，我呢就去坐火车了。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出发了，耶、yeah. ！你们在家要自己乖一点了啊！哎，拿行李箱啦！好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西西乐乐，拜拜。我的妈呀！好，拜拜，差点忘记拿口罩了，哎，吓死我！然后进不了火车站，现在是准备进站了，这里是验票口，我们去验票了，这里开始测核酸的。买了一盒方便面，然后这里准备那里去进站了。我的包包。现在已经这个过了安检了，现在上去，那个候车，候车的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啊，走一步见一步了啊！看一下排队的人有多少，哇，超级多人，开始检票啦！现在已经检票了，现在开始入站了啊！看一下，行人匆匆，前面这里进去。五号车厢，终于进来了，火车，哎，哪个是？挺窄的感觉，这个列车跟我们上次在上海坐的那个还要窄，比那个还窄。哎，这个。就是我的位置啦，哪边是我的呢？嗯，不会吧？还有槟榔在这里，太可恶了！一个人去旅游啦。下午2点钟上的火车，现在已经晚上8点钟啦。现在已经到了郴州站，湖南的郴州站，好无聊啊！这火车超级无聊。
看才9:30哦，就已经关灯了，黑漆漆啥都看不见。到了到了，张家界西站，哇，天还没亮呢。张家界的这个火车站，哇，看起来怎么那么豪华？出站了，然后这里还有免费做核酸的。现在我们出站了，张家界，但是呢，哎，黑溜黑不溜秋的。联系那个旅游团的司机呢，电话又打不通，真是弱小无助感觉。哎，在这里再等一下吧，等一下。旅行社的那个司机完全失联了，现在叫一个滴滴。凌晨5点的张家界，你们见过吗？你看，我见过了。啊，终于到酒店了，黑不溜秋。在这里刷 ，OK。黑不溜秋，哎呀。行李推进来，完了，张家界吃的第一份早餐是个羊杂汤面，吃一块羊杂，哇，又辣又香，10块钱在张家界可以吃一碗羊杂这个汤面，在我们广东好像吃不到。像它这个羊杂，全都是这个肚啊，这个羊肚来的。那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吃那个牛杂，什么都是一些什么牛肺啊，什么都不好吃的。这全是牛肚，敢不敢信？哇，这个牛肚超级入味，不是啊，没有那个羊骚味，而且很香。这个面也是很超级入味的。这次呢，我又是抛开了西西和乐乐他们来到这个张家界这里旅游几天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先来这个大雍古城，我们去看看是什么样的。来十八元动物券，4重好礼。这一个古城很古老的一个遗址，看一下，它已经非常的烂了，哇，它是这样子修复的，外面呢就是有一层这个木板，这个呢它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，再想一想。肯定是已经破烂不堪了，修复了又再修复，你看这些钱都是修复过的。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，哎，还有那个里面的那一个像猫又不像猫，像狮子又不像狮子的那一个，应该是很多人都有来打过卡的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能不能从这里冲上去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哇！哇，这个是一个人物在吃奶吗？这是他的小 BB 在吃奶。啊，这也是一个小狮子。那这个铜像有多大了？我们看对比一下。哇，也是这么大的。来到张家界，肯定必须要吃一下当地的美食。来看一下这里的鸡爪。哎。鸡爪呢？看在好极客那里有一个是辣椒包的。哎，这个好像也没有见过哦。上来了，这个已经做好了。这个还是太多了吧，一下子不小心点多了。这个、血肠。先来一块血肠，第一次吃的这个东西。里面是糯米，感觉就跟吃糯米那种差不多啊。哎，这个就是刚才我很好奇的那个酿辣椒的那一个东西。里面是肉哎，很好吃哎，这个辣椒里面还是鸡肉，这个里面这个脆皮里面是年糕，超级脆，魔芋炸魔芋，炸魔芋呢应该是跟平常其他地方差不多的，大辣肠，熏肠也是。来张家界怎么能不来大雍古城？看一下，进去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？像一个大城门。你进来了，进来了，看起来是挺霸气的。看一下大雍古城的介绍，御剑大雍，像城墙一样的。哇，疫情原因做个好人好爽，这里有一个门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这门能进去吗？哇，不能进去，看一下里面也看不到。
没人。看一下这里面，哦，有一口大钟在里面。给你们看一下这口大钟，像不像那个周星驰里面演的那个火神，火影邪神里面那口大钟？撞一下，看它是什么样啊？嗯，没撞到。哇，好有回音啊！